小米 Mix 2发布会亮点汇总。小米官方此前已经宣布将在9月11日举办发布会，正式发布备受期待的重磅新品小米 Mix 2。作为全面屏时代的探路者，其被称作概念手机的小米 Mix 给无数手机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正因如此，许多人都期待小米 Mix 2能够再度为大家带来眼前一亮的黑科技。那么小米 Mix 2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呢？还记得去年小米 Mix 上那块 91.3% 的屏占比的全面屏吗？时隔一年，小米 Mix 2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基础上再度蜕变，再度刷新手机屏占比的新纪录。其实在小米公布小米 Mix 2的发布信息之前，小米 Mix 设计师菲利普·斯塔克就已经给出了小米 Mix 的渲染视频。虽说视频当中的小米 Mix 2依然十分神秘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它的屏占比绝对有了很大的提升。而在最近的预热期当中，小米与各方联动的预热海报也足以看出，小米 Mix 2的屏占比真的与预热视频十分相似，甚至会达到惊人的 95% 呢。处理器是骁龙835，也没跑了。通话采用陶瓷声学改善通话质量。拍照双摄还是单摄呢？按照正常思路来说，小米 Mix 2今年会用上双摄像头，毕竟小米6等手机已经率先的用上了双摄。作为小米的新旗舰产品，小米 Mix 2似乎没有不用双摄的理由啊，至少双摄的规模也应该是小米6级别的，毕竟拍照一直是小米 Mix 最大的遗憾之一。